老爷最欣赏识念旧嘅后生仔，一手一脚修复古物，将兴趣变成生意，打造台南最出名嘅古物店。素口唔清嘅，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嘅台北大道埕行街买嘢，都算系支持古宅保育啊！呢间老宅老过你老爷，星期一二晚10:00，82台 J2。